嘴有多贱，命就有多贱。古人说，好马出在腿上，好人出在嘴上。当然，这里说的嘴不是说你阿谀奉承，这里指的是你要肯定别人的智慧。八字解读人生，风水改变命运。大家好，居士，从业风水26年，很多人通过我的调节都获得了巨大成功。针对八字测算、风水布局、命理分析、事业财运、手相面相、感情婚姻有独到专研见解。如果你的财运不佳、情感不顺、诸事烦心，原主可添加本居士微信26682135，一一帮你调节化解。记住微信26682135。告诉你要多看多听，要少说。佛教里面讲随喜赞叹。他这个赞叹呢，是指你的内心呢由衷的认可别人，绝对不是敷衍对方，更不用说是阿谀对方。我们人最难做到的就是认可对方，往往对别人做的一切都是不屑一顾，认为别人做的都是错的啊，认为责任都是在对方身上，都是在别人，和自己没有关系。如果你自己把握好了，别人也不会犯错误，别人也会把握好。往往我们人犯错误，也都是因为自己没有把握好，给别人一个犯错误的机会。如果每个人都把自己把握好，你的对面这一位他就不会犯错误，因为大家都是一体的，一损俱损，一荣俱荣。所以当你想做好的时候，你也要带着身边人一起做好事。如果你仅仅是自己在做，那么你忽略了身边人，那么你想做好事，你想进步等等，也是很难达到你心中的理想的。因为你所想的、所做的、追求的，不是独你一个人完成的，它是需要一个环境的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做好事，比如说是学佛，你要拉到身边的人一起来学，一起来做，这样你才会有的这个后辈的力量。当别人做好了，你不要居功即有，哎，你要学会啊认可别人，赞叹别人，你敢把你的成就啊给别人。一个真正有修行的人，他不会啊居功德为己有，因为真正的功德谁也拿不去，不是说你用嘴巴说这个功德是我的，它就是你的，也不说功德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，是你的功德一定是你的，不是你的你说也没有用的。所以说嘴巴一定要放得贵，不要太贱了。